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，咁啊前面快咧，咁啊有中档位置竞进千里大外档踏雪明区啦，出边橙帽嗰只咧，仲有常山奇宝，中间生力军，内栏红眼罩就系胜在王，中间红衫黑帽第六档啦，仲有只帝圣宝贝啊，后多层，咁啊最出嗰边驾信啦，海明珠啦，咁啊中档仲有大龙腾，内栏位置劲快步，暂时垫下一对，大收成啊唔够快，永常起咧都唔够快响后边啊，过晒呢个800米嘅段处啦，前面带头嘅马咧，咁啊踏雪明区外档。压到埋嚟，跟住第二位咧，咁啊有呢只常山奇宝啦，第三位生力军啊咬到前啲啦，内栏第四竞进千里啦，中间海明珠啦，出边粉红衫驾信啦，再后边中档红眼罩黑帽帝圣宝贝内栏红眼罩咧就胜在王，掟出去出边追嘅马有海明珠、大龙腾，最出系大收成啊，最后200踏雪明区占先啊，元兰够唔够位上啊？竞进千里上紧嚟噶，咁啊再见到外档位置杀紧上嚟嘅马，仲有大。龙腾中间生力军冇啦，出边追劲快步大收成，接近终点啦！大龙腾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竞进千里，第三名咧劲快步中间出边系大收成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大龙腾，咁啊过往佢都系泥地嘅表现都系出色嘅马嚟噶，今场赛事都能够赢马，跑第二名嘅马竞进千里，咁啊第三名咧中档位置系劲快步，第四名一号大收成。临尾都落好多飞啊！四号马嘅大龙腾使出风赢马，跑到二名六号竞进千里王俊，第三名12号劲快步蔡明霄，第四名一号大收成。呢场放嗰啲啊，全部都唔得喎！呢个追嘅收姜赢马添啊！啲大龙腾，但系其实个步速睇下巡行影片啦，起步大收成，搏命咁骑噶啦，二档唔够快，开埋边噶啦，阵间。外边埋紧嚟啦，踏雪明区。我谂佢想学曲苑风河咁啦，希望埋到栏又有遮挡，但又冇咁好彩啊！我一直喺前面走。系啊，出边嗰只常山奇宝亦都冇再大力比啊，嗰个伟达。咁啊，守好位啦，入边有只啊竞进千里。开边啊，另外一只开边就系假信啊，但系顶到四五条咧。海明珠一路顶住佢啊，卖唔到佢。新力军呢度扣实，有晒遮挡第四。咪爪王光天嗰啲位咯，一样啊个情况。后面海明珠啊，帝圣宝贝、大龙腾就喺外边嚟嘅，内栏咁就胜在王、劲快步、大收成、包尾永常起喎，即系仲五班王呢永常起，减翻几仗可能又嚟咯，一定噶啦呢个，呢只系方仔独门秘技咁就嚟啦，另外一只唐之斗，好犀利啊！大龙腾啊，开边一冚就过晒，直头收姜赢。反而只竞进千里都识追下，真系系咧，又冇谂过里面捐得翻上嚟。